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居然像我们健身环大冒险了。那昨天的话，基本上我们是去雾中开车车啦，好不好？超级无敌危险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来挑战一下我们这个，好不好？昨天有看到这个改善小腹组合，来看一下能不能顺利的突破、哦。这种关卡其实非常麻烦，因为它都是那种就是要持续很久那种长条的哦，就没有说那么轻松啦。但是它是可以帮你改善一些肢体的东西哦。来了。改善脚步，好不好？改善步步，好，那就先来一个抱膝式，应该都是我们常常就是有在做的那个黄色主线的、啊，应该都是那些的、喔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哦、喔。可是我觉得应该会酸爆啊、喔，动吧，三十下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很多，而且他们没有那个就是蓝色的加快时间哦、喔，都是这种就是黄色的要拉很久的，这就是改善仪态组合啦，好不好？哇，二八，很好。很厉害，二七 ，OK， 太棒了，二六，很棒啊，做得好，二五 ，OK， 很好很好，二四，二三，好，这个好酸哦。不过其实我本来就很想要练腹部跟腰部啊，所以就还好。我还蛮喜欢做那个黄色属性的姿势哦，那是我比较喜欢的。那手臂跟那个腿啊、哦，就觉得还好，尤其是那个腿啊，超级无敌酸的，一点都不想蹲。很好。哇，但是我每次觉得我的那个腿跟手都超酸的，明明都已经有每天都在练健身环了，怎么还会这么酸？哇，像我腿现在就开始酸了，好不好？很累耶，其实。我反而觉得这种练抱膝式或怎么的话，好像都酸到脚那部分。我的腰本来都没有什么酸，你知道吗？脚真的是超酸的。哇，好厉害！还有十三下。对呀。好。二。OK。一。OK。哇，酸了，酸了，酸了。酸了，酸了，酸了。很好，九，很好，八，八，七，很好，六，很厉害，好哎，哎呦，四，哇，很棒啊，四，动作很棒。OK， 来四，好，完美，很棒的，一，很好很好，最后一次，好，哇、哦，好酸啊，哦不，哦不，啊是平板啊，好久没有遇到的平板来了，哦我的天啊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妈呀！好，动吧，三十下。虽然做起来很吃力，效果超群。三十下，超棒的。闪耀着。很棒、哎呀，不行啊！做得好。不行了，我才做三下我就不行了，太久没做平板了啦。哦，我的天！算了，我要在垫子上坐了，请大家原谅我，我要拼了！好嘞，就是那样。好，好嘞，很棒的，闪耀着，很好，很厉害。我又多做了两下，不行了，不然我们五下为一个range好了，我们还有三下，做完三下再休息。OK， 超棒的。OK， 太棒了。三，还有二十次。不行哎、欸，这好累啊。还有二十次，怎么那么多啦？怎么会这么多？那也太贼啊！
Oh my god， 好久没做平板，要死人哦！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好，完美！好厉害！很棒！好，很好！很好啊，动作很棒！很好，说得好。五下为一个认举。平板支撑，要命哦！而且我才刚做完那个抱膝式，哎，腿现在超级无敌酸的，我天。就是那样，很好，完美。很棒啊，做得好，很好啊，动作很棒，很好，还有十次，五下为一个range局，啊，五下为一个range局，救命哦，这个好麻烦哦，真的好麻烦，啊，来。太棒了，好，超棒的 ，OK， 很好 ，OK， 好哎，还有五次，做完 ，OK， 很厉害，很棒，还有三次。很好，闪耀着，很棒的，好厉害，最后一次、OK， 腿很好呢，你腿啊，救命啊！啊，那个腹部训练会死人呢、欸，哇，啊，好，动吧，让腹部更为紧实吧。好哎，太棒了！好累，很好，闪耀着，很好，累到说不出话了。OK， 腹部好酸啊，我腹部好酸啊，啊！好酸啊！啊 ！OK， 完美。五下为一个range局，现在只能五下为一个range局了。来，一，好，超棒的，很好，好哎 ，OK。五，好，啊，做得好，啊，啊，很棒的，啊，
好哎、欸。真的好累哦。我原本以为没那么累的哎。这个腹部训练，每天应该都做一次哦。这腹部已经超有成效了。很好啊。好哎、欸，还有五次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K! 一、二、还有三次。三、四。很好。啊！做得好。最后一次。好哎、欸哦，做得好好的、哦，往前推呀、啊、！Oh my god， 这个也很累，这个也会死人呢、欸。好，动吧！这个也是三十四哎，让腹部更为紧实吧。OK， 哦不行，好厉害！哇、哦，我好累啊，要偷吃步了。很好，啊、完美。OK， 很好，很好，好哎、欸，超棒的，要命啊、喔，这要死人了啦！好，动作很棒 ，OK， 就是那样，很好。很厉害，很棒的。啊！好，太棒了。OK。很好，完美。很好，超棒的。哇！好厉害！哇！哎，就是那样。棒啊！很好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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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哎、欸，很好 ，OK， 闪耀着，很好，九八，很好啊，六，好哎、欸。OK， 五，哇，还有五次，哇，只有五下，很棒的，做得好，很好，还有三次，很好 ，OK， 最后一次。做得很好呢，干！最后的居然是传世啊！啊！慢慢倾倒，我脚都快抬不起来，你还给我传世？慢慢回转，推荐给以六块腹肌为目标的人。我脚要先休息一下。哇！慢慢倾倒，最后居然是我们的传世啊！慢慢倾倒。动不会调哦，慢慢倾倒，不要吵了。慢慢倾倒，好。好歹他传世没有做到三十下哦，不然会死哦。凡是三十下，我一定会死的。你看，
我本来觉得不是我腹部在累，是我脚快断了，你知道吗？腿超酸。今天也是一个不好受哎、欸，我觉得今天好累哦、喔，尤其是它中间那个平板支撑，太久没做了，累到一个歪头啊！太好了，太好太好了，达成达成！哦，动位条啊，水啊！啊，休息休息休息，不行了不行了。再玩下去会死人啊！